防疫大作战。话说有一天，小孩在家玩耍，打翻水杯，小美瞬间脾气暴冲。搞什么小剧？跟你说在家里玩耍要小心，每次都搞破坏。天啊，都是你害的，气得我胃痛、胸闷。别哭了。把这里收一收，让我休息一下。小美因为疫情的焦虑，情绪不稳定，孩子的一点错让她崩溃。此时，小美身体的器官和细胞到底发生啥事？哎呀哎呦，我太胆小了，小美一生气我就扭成这样了。怎么这样？飞船撞上，气不接下气的，气都上不来了。天啊，所有血管都收缩，氧气和养分都发送到心脏。小美心，你还好吗？小美生气，我的情绪控管怎么那么差？老祖宗的智慧，说。黄帝内经，心就像是一国的国王，统御身体的各个器官，相互协调合作。脑掌管资讯处理，传递正确的讯息到各个器官。许多病痛起因于心，发怒则气冲伤肝。小剧，喜悦的时候气血通畅和顺。小剧。世界卫生组织统计，90%的疾病和情绪有关。负面紧张的情绪让免疫系统混乱。新冠病毒使我们熟悉的生活被迫改变，大家的情绪变得相当不稳定，让病毒有机可乘。来吧，让我们学会做自己的情绪主人，永远用正向态度面对所有事情。让我们再看一次同样的剧情，不一样的正向小美。啊！我不应该随便发脾气，深呼吸，好好说。小俊，在家里玩要注意哦，把水给擦干净。哦，妈妈，你不生气的时候好美丽。气好，气血好，身体好，没烦恼哦。天天呼吸生云长，气足不慌精神好。天天不紧张，吸收消化营养好。天天不动怒，排毒免疫代谢好。天天好欢乐，免疫细胞团结好。心脑合作永健康，身心和谐活力好。天天心情脾气好，神清气爽智慧高。我们的心也是良心，发挥良心做好事，感恩知足，创造更多快乐激素，提高免疫力，打造一个身心灵平衡的超级防护罩。防疫大作战，让我们三步五舵六绝招。新冠病毒影响整个人类的生活，它的变种速度相当快速，我们不必惊恐，但要做好内外防护，增强身心灵的免疫力。来吧，让我们相互提醒，一起做好三不五多六绝招。三不：不紧张，不忧虑，不生气。五多：多洗手，多喝温开水，多欢喜，多运动，与多防范。六绝招：勤洗手，戴口罩，保持安全社交距离，避免触碰眼睛口鼻，做好呼吸运动，提升肺活量，与维持正向思考。
防疫新生活，我们秉持良心与诚实，一起共同努力，希望疫情快快结束，就可以早日回到正常的生活。